你等候多时了，再走几步就到了。何时换的馨香，竟是此前从未闻到过的。还不是因为你有这癖好，寻你开心呗。怎么不习惯呀？那我洗了去。今儿逢我生辰，陪我喝一杯。什么呀，一个姐妹而已。姐妹，我来你这儿多次也没听说你有什么姐妹。他托我向你带句话，令弟说你给他配的媳妇儿跟着野男人跑了。你说稀不稀奇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？我是你的李鸿福。我是你的李鸿福。我是你的李鸿福，我是你的李鸿福，我是你的李鸿福。你出来！你要干什么？
这便是我听闻妖姬杀人的故事。狐狸精？这世上当真有狐狸精？见识如此短浅，怎好意思称自己是走水的？切，侬这道听途说的故事能有几分真？说的好像能亲眼所见似的。我那天晚上，张督军搭我船去的，我撑的船，当然算是亲眼所见。侬不是倒斗的吗？怎么干上船夫了？这不平日里五斗可倒，撑船载客混个营生罢了。他人说这妖啊媚啊，我朱玲玲听的倒是不少，但从未真信过。贫道也不信，又如何同你说真假呀？你这可长了三只眼睛，你怎么也不说实话？好像是要下雨了，这收获的人怎么还没到啊？莫不是不来了吧？不行，我得去营营。阿官，这女人来白相了吗？约了个这啥地方？一个窑子里创大功，还没有敢骗我的道行。阿官，您来了。川爷，川爷，等侬半天，原来侬在这儿藏着呢。人都到了吗？早到了，就等侬呢，快请吧。好。川爷，他们还是在这儿等着吧，离这也没几步路呀。街头的人说人越少越好，毕竟也不是什么见得光的事儿，能说是不是啊？侬还信不着我呀，川爷？下雨了，川爷，请吧。哎，川爷，这单生意要是成了，咱们的账可一笔勾销了啊。前提是你可别诓我呀。不过这凤凰雪域是什么东西啊？我走江湖这么多年，可只听过没见过。放心吧，我哪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啊。这夜里头啊，野猫多得很。走吧，船爷。就是上海滩大名鼎鼎的周成川，周老板，专做老货生意的，真是深藏不露，看来定有过人之处啊。川爷过奖了，贫道法号容易，人送尊号三木子。
现实。平时就靠着夏目倒腾些东西糊口。以您这身手，去惨了吧？这位是我的同乡阿树，他善用洛阳铲，平日里给贫道搭个帮手。哎呀，好，既然一上来便自报了家门，也算是诚意十足。夜也深了，咱们闲言少叙，直接亮货吧。哎，不急不急，在给您过目之前，我还想跟您交代几句。洗耳恭听啊。我只是想提醒您，这凤凰血玉邪得很，您务必要多加小心才是啊。我周某人行走江湖多年，这邪物呢倒过手过不少，一向是小心谨慎。可是这凤凰血玉可非同一般呐。哎呦，我多多注意便是了。嗯，行了，话也说了，可以看货了吧。快点，别耽误我们穿越时间。都说那凤凰血玉稀奇得很，我活了大半辈子还没见过呢，快拿出来瞧瞧。道长啊，有何为难之处啊？莫不是你们根本就没有吧？那倒不是。那是什么？只是贫道还想给川爷讲一个故事，讲讲这凤凰血玉的来历。嘿，弄这个臭老头没完没了了是吧？哎，这一行呢有一行的规矩，道长要是觉得有必要说说便是，反正来都来了，也不急着一时半会儿。有屁快放，别耽误老娘的时间。阿叔，方才我们讲到哪儿了？方才讲到军官被那妖姬虐杀。好，那我就接着讲。查出死者身份了吗？是失踪的张督军。你确定？确定。海鸥警局，做尸检。是。抬过去。是。张督军死了。什么？死了？怎么死的？脊椎被人从后背整条拽了出来，瞬间毙命。这种杀人手法真是闻所未闻啊。姿势体大，这回必须得上报了吧。别，还是别给自己找麻烦了。还不报啊？啊，不报不更麻烦？现在这上海滩谁说了算？张督军不在，自然是他弟弟张猛做主。那张督军行事狠辣，他那个弟弟更狠。你要是让他知道他哥哥这么个死法，躺尸荒野，他不得闹翻了天？行，那我立刻去查，争取尽快破案。查什么查呀？还嫌我这警察局长事儿不够多是吧？现在上海滩这么乱，
三天两头一煮，要想保命，你得先学会自保。真查出个什么妖魔鬼怪杀人，那张猛他能信吗？他不得炸了我的警察局啊！行，我知道了。又要找人顶罪是吧？监狱里找几个死囚，给他们换上衣服，晚上拉去郊野乱枪打死，然后把他弟弟找来，就说一伙山贼对张督军起了歹心，见财起意，被警察局给围剿了。哎，刘玉，跟局里的人说别让记者知道了，不然又吃不了兜着走。张守志，你可是一个月没发稿了。咱们堂堂终身时报，你总不能让我瞎编吧？读者要看的是离奇怪谈，这是他们闲杂时间的消遣形式，谁会去管你写的事是真假呢？那都是些不入流的街头小报干的事儿。别在这儿给自己戴高帽子了，上个月销量已经下滑了一大半，我都快喝西北风了。可是也不能胡编乱造吧？三天内你交不出稿子，你就给我滚蛋。这三块大洋都不够买酒的钱。姐姐，你可恶！这张家人的口风可是紧得很，我可是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套的料。这张督军去了一家叫百香园的妓馆，就再也没出来过。他不是被山贼杀的。哼，山贼放着那么多府商不去抢，去抢一个军阀呀，这得吃了多少假药，脑子瓦特了吧？也就是说，张督军很有可能是在百香园被杀的。哎，那就不知道了。行吧，我就去忙我的去了啊，您自荐。道长刚才讲的这故事与这凤凰血玉似乎没什么关系吧？就方才这一段确实是没有关系。没关系？没关系你说这么起劲，大半夜的寻开心是吧？可是如果听频道继续讲下去的话，那就有关系了。
您走路怎么不带声啊？你来这里干什么？这不是一家妓馆吗？怎么没人啊？这里十年前就已经荒废了。什么？你不该来这里。婆婆，婆婆，你是谁？天师未免有些故弄玄虚啊，这夜也深了，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吧。等老板稍安勿躁，待贫道把故事讲完，您再决定要不要做这种生意，如何呀？不必了，咱们直接进入正题吧。可这个时辰，恕贫道不能出手。既然这有为难之处，那周某也不强求了，先行告辞。哎，川爷，这东西还没拿到，怎么能走？不是我不想拿，是别人不给。哎，别，川爷，能不能这样？咱们之前可是说好的，消息我也给侬提供了。是这老头顽固不化。臭老头，能耍我是吧？快把血玉交出来，快点，不然老娘一枪崩了你！在佛台上，香炉里。川爷，杀了师傅的话，这凤凰血玉在南球，对吧？血玉在哪儿？贫道此刻还没有拿到。你他妈玩我是吧？何时才能拿到？今晚子时已到，双手奉上。哼，老子走江湖这么多年，还是头一次听说亮户还他妈分时辰，这么大雨，哟，这么多人，你谁啊？我谁？警察厅警长，一人姓刘。警察？不知刘警官大半夜的到这儿干嘛？我收到线报，说有一伙倒斗的在这儿交易什么凤凰血玉，所以我来看看。怎么都不说话呀？难不成那伙倒斗的就是你们？这也开什么玩笑？就我们这几个道行，一个道士，一个书生，再加我一个走水做皮肉生意的，哪干得了那种事情呀？
你们三个是不像。不过这位先生像。像个生意人。既然如此，在我没有抓到人之前，就劳烦各位再次多逗留一会儿。大半夜的，为何躲在这破庙里呢？啊，我们是坐一条船的，本想着今晚赶往苏州，不料船抛了锚，又逢大雨。方才几位在聊些什么？好像是起了冲突。哦，我们在聊凤凰雪月。你们也知道凤凰雪域啊？爷别见怪，我们刚才在说一个妖姬杀人的故事，这孩子估计吓傻了，忘了凤凰雪域是农说的。对呀，农在警察局当差，应该知道早两年百香园那事吧？什么妖姬杀人？那全是坊间无知百姓的胡说八道。看来刘警官是清楚这百香园的来龙去脉的。这案子是我亲手查办的，当然清楚。只不过，就是一伙土匪，搞了些骗人的把戏，哪来的什么妖姬？真是说曹操，曹操就到啊！方才我们的故事里还提到了您。原来那个押着死囚来这破庙里乱枪打死的就是您干的呀，刘玉，刘警长。祸从口出啊！今儿真是奇了怪了，为何人人都要端起枪想杀了贫道？刘警官，你们局长生前与我关系啊，算是亲戚。方才说了，还真是像局长的作风。周老板，看来你和这道士关系非浅啊。你他妈怎么知道我姓周的？上海滩大名鼎鼎的周老板谁不认识？那我们算半个熟人。放了这个道士。我就说嘛，什么一同坐船去苏州，全他妈都是诓我的。要不然你们身边怎么一件行李都没有？刘警官，我们的行李都在船上，太沉了就没有拿下来。周老板，刚才我跟道长开了个玩笑，别伤了和气。事后的上海滩呢，还需要您多多照顾呢。放心。这屋外我很多警局的兄弟都在等着，您说您这样开枪不太好吧？刘警官也是个识时务的，以后这警察厅厅长的位置非你莫属。周老板谬赞了，小弟没这么大的野心，就是披身警服换口饭吃。Thank you.
哪有人？你看见了吗？没有啊。刚才明明就在那儿，穿红衣服的人。周老板，你花眼了吧？这大半夜的哪会有人穿着红衣在破庙乱晃啊？会不会是你要抓的那批倒斗的来了？把伞给我，我出去看看。还有，你们谁都不许出这个门。警长，嗯，码头边的人都清了。你放心，都打听拖走了。嗯，都押回局里关起来，千万别让人通风报信。明白。老太太进来吗？啊，在车里坐着呢。嗯。就是子时了，趁警察不在，那就撂货吧。我不妨跟您说明了吧，这凤凰血玉就藏在这地底下。当年一位法师用这血玉镇了一只妖在此处，今日正逢是阴年阴月阴日。到此时又是阴时，待贫道做一场简单的法事，方可动土挖掘，不然。你们到底打的什么算盘？从我进这间屋子起，我就没有信过你们任何一句话。川夜农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可没说过半句假话。周老板真的是疑心甚重啊。开天窗说亮话，你们把我引到这儿到底是什么目的？周老板您多虑了，我和我的这位小兄弟平日就是倒倒斗买卖货，仅此而已啊。刚才那个姓刘的警长戏眼的漏洞百出，那么轻易就相信我们在这破庙里等船，还直呼我的姓氏，分明就是你们串通好的。带你出货给我，抓我个人赃并获，如此合情合理的害我人财两空。我说的对吗？各位。好你个臭老头，原来能跟那警察是一伙的，合起伙来坑我和周老板是吧？还在那儿演戏呢。周老板，我没有啊，我当真不知情。若真如您所说，我们要设局骗您的话，那方才便可亮货给您，让那警官带着人冲进来一网打尽便可以了，何苦还要等到现在呢？对呀，川爷，这不合乎情理呀。你去哪儿啊？小姐。川爷，什么东西？老婆子在此守着破庙，方才有几个警官把我吵醒了，又说这屋里还有几位避雨的客人，我呀来送杯热茶。看来此地不宜久留啊。哎，川爷，不是川爷，去哪儿啊？周老板不
回家呀？想回家呀？等我把案子结了。凭什么？凭老子是警察，今儿晚上这儿我做主。还有，你看看外面，就算你出得了这个门，也出不了这个庙。别胡思乱想了，好好的坐下来，喝口热茶吧。婆婆，啊，您一直都住这儿吗？啊。哦，我们刚进来的时候，怎么没看见您呢？我睡得早，雨声又大，我呀，没听着你们说话。这位先生倒是眼熟，这么破的庙还有人守，还是个老太婆。要不是你们在，非把老娘吓死不可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我可一帮子兄弟在码头等着我呢，我要是出不去的。周老板，您码头的兄弟啊，都被我给清了。这个点他们应该都睡了。哼。周老板，要不您先坐这儿，喝口茶。刘警官，嗯，请问您曾经是否接手过一个戏楼老板娘被杀的案子？嗯，确实有这么一档子事儿。那戏楼的老板娘名字叫玉玲珑。啊？那是？你认识？岂止认识，我之前在戏楼混口饭吃，玲珑妈妈死的那天我就在，还是亲眼所见。我就喜欢玲玲妹妹这火爆脾气。哎呀，这老板娘玉玲珑呢？怎么没见着她？我找她有事儿，你去帮我寻她一下。有大麻烦，着急跟她说说。你是没长嘴呀，还是没长脚呀？不是。你们这后台还有上头那屋子，不是不让我进吗？你说我怎么就这么打心眼里烦你呢？哎呦，三生有幸。哟，刘爷今儿桃花满面的，必定是走了大运了吧？一会儿我过去给您敬杯酒啊。是谁？玲珑妈妈，哟，二爷来了。
上敕令，掏入孤魂，鬼魅一切，自生沾恩。此生沾恩，别念了。有头者抄，无头者生。别念了。怎么了，川眼？水帘龙死的时候，你说你看见了一个穿红色夹披的女人。我，周老板。你也认识玉玲珑啊？我不认识。川爷怎么这么激动啊？什么样的故事，吓什么样的人。倘若心中有鬼，自然就怕。等等，周老板什么意思？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刘警官。从你进这个庙开始，你就在演戏。他亲眼所见玉玲珑的死，而你又是查这个案子的警察。你们俩一见面，为什么装不认识？啊？还真是，我以前还从来没见过这姑娘。我也没有见过这位刘警官呀。那天我被吓晕了。第二天醒来就在医院里躺着，也没有一个警察过来问我话呀。看周老板这块符牌，想必是出自高人之手，他可保您百邪不侵呐。庙里求的。说到符牌，我倒是想起那报道妖姬杀人的记者曾经来过庙里找我，也求得一块符牌以保平安。一个记者，一个记者还信邪怪力乱神呢。哎，那个记者是不是叫张守志啊？正是。接下来贫道要讲的故事就和您有关了，如果贫道说的不对，还请刘警官纠正。我让你别走漏风声，那弄得人尽皆知，如今张家追究下来，你要我如何处理？你告诉这个记者，如果他不登文辟谣，他们的报馆就别开了，他也别想活了。你知道你这个人最大的弱点在哪儿？就是这张嘴。祸从口出，小心把自己折进去。自打我选择了这个职业，我就没想过自己可以抽身其外。刘警官不应该也是这样吗？难道世风日下，刘警官也变了？都他妈为了自保，可以罔顾人命吗？身不由己，这点你比我更清楚。三日之内，如果局长看不到辟谣的新闻，他会怎么做？想必你心里应该很清楚，到时候别怪我不顾当年的同学之情。都他妈看什么看，把门关上。怎么死的？跟张督军一样。记者没来吧？没来。过来，写，因情而自杀，把尸体包裹好了，清理现场，赶紧撤，赶紧撤。局长，每次遇到事，不是他妈找人顶罪，就是说自杀，我他妈当这个警察还有什么意思？原来玉玲珑
们经营那个戏楼只是个幌子，暗地里却做着贩卖人口的活，身上背负着好几条人命。而且，有屁快放！这一年给局长上的供，比他的薪水还高。两个人有内层关系，怪不得他不让我进去查。没想到啊，你一个道士，居然这么了解我。贫道也只是道听途说罢了，至于哪里说的不对，还请刘警官指正。卖报嘞，卖报嘞，卖报嘞，卖报嘞！督军董事如今是什么事？警局束手无策嘞！每天死多少人，我管得过来吗？督军董事荒野，这上海滩马上又要变天了。卖报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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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督军董事荒野，警局束手无策嘞。明天谁骑在咱们脑袋上跟咱们算这笔人命账，再治我个疏忽治安罪，别说这顶官帽，就连项上人头可能都不保。你就想不明白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吗？你说的都对，来啊，开枪啊，杀我灭口！老子跟你说了多少遍，别他妈冥顽不灵，你非不听，非把自己卷进来。我死不足惜，可是我想不明白，你他妈如今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当初是他妈谁跟老子说立志要当一个好警察，为民请命？是他们谁说不管这个社会有多黑暗，我们的眼睛和心就是明灯？是他们谁说不管这个世道有多复杂，人心有多险恶？闭嘴！终身时报报道张督军死的那个记者，马上把他做了，扔黄浦江喂鱼。他是我朋友，你不干我找别人干。杀了我吧，继续为虎作伥。赶紧滚出上海滩，滚得越远越好。老子不杀你，以后有其他人来杀。看来没少暗地里打探我。贫道不敢。说来也巧，今日我得到线报来此办案，碰巧遇到你们这几个，而且你们聊的话题都和我有关，真是让人匪夷所思啊。那后来呢？后来怎么样了？真相未明，真凶未现，那张守志自然会继续查下去的。这边肯定还有一处入口，通向真正的百香园。
你怎么知道？我干了警察这么久啊，这点判断还是有的。愣着干嘛呀？走。这条路咱们走过，鬼打墙，放着走。这两条都是死路，这是刚进来的路，然后就没有什么其他的路了。这扇门为什么会在屋子中间呢？警长，找了你一晚上，这干嘛去了？行，警长。这哪儿啊？警长，你得赶紧回去，局里出事儿了。什么事儿？局长，局长死了。你赶紧跟我走，快！快啊！局长，你说这算不算恶有恶报？你们局长罔顾人命，暗地里做了多少恶心的事儿？先是张督军，接着是玉玲珑，现在轮到你们局长了。原来那个妖姬是他们在替天行道。就算他们罪恶滔天，自有法度裁决，轮不到他来出手。
我说过，这儿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，赶紧走吧。让开。你以为我怕这东西啊？让开。让他们进来。明明是很欢快的曲子，为什么听起来这般哀怨？哎哎，人呢？走走。撒尿不行啊！周老板，别跑错了地儿，撒错了尿。像是周成川的声音。不会是
看看去啊。说了这里不安全，你还往后山跑，不要命了是不是？啊！我的佛牌不见了，佛牌不见了！我要去找，我要去找。要不你陪我去好不好？你疯了吧？破牌能值多少钱？喝杯茶，暖暖身子。你刚才有没有去后山？没有啊，我一直在屋里睡呢。怎么了？没事。记着，可别往后山跑。前几日有老虎出没，村民们买了许多捕兽的架子，当心别伤着身子。好了，刚才说到哪儿了？继续说说那女妖长什么样子。齐美艳，非人间所见啊。张督军、玉玲珑，还有局长死的时候，都有这个小娃。二位公子急着见小女子，不知所谓何事啊？我们局长是不是你杀的？还有张督军和玉玲珑。啊，我是不是在你这儿？若是想知道答案，请楼上一叙。是我吗？刘玉，姑娘，我们冒昧前来，
就是想弄清楚几个问题。我们没有恶意，就是为了明了一些真相。哼，看你翩翩书生模样，颇懂礼数，那我就先回答你的问题。如你所想，你朋友的性命确实是坏在我手里。他尸身何在？你又为何杀他？我杀他，自有我的理由。香园只接待一种客人，身负人命的，因果报应，血债血偿。玉玲珑和张督军我可以理解，可阿武究竟犯了什么滔天的罪？他最多也就是吃喝嫖赌而已。哼，是吗？你可知道，他身上背负着好几条人命。不知道他每次给你一条线索，你会给他几块大洋啊？三块？四块？他为你这区区几块大洋，毒死了乞丐，奸杀了寡妇。张记者，你这两篇新闻，为你赚来了多少名和利呢？而你们这些警察，遇到了命案，不是找人替罪，就是判个自杀了案。为什么麻烦草草结案，令那些冤案无头，凶徒逍遥法外？你们都有罪。你们看见没有？你们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什么呀？刚才有个人，就在这个门口。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了，还是听频道把故事讲完吧。如此说来，张督军、玉玲珑，甚至是局长，都是为了替天行道。哎，也不全是，夹杂了些私人恩怨。若是二位不急着走，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。我祖籍四川，他来自上海。君子世无双，见到他才知情为何物。一阵微光照亮胸膛，一阵烟错了光。倾听过往声声回响，一瞬间忘了时光。
此生不忘，爱的沧桑，一扇窗，治疗心伤。莫无尽，为谁眉？眉心有颗赭色的痣。没错，眉心有颗赭色的痣。按旧时面相书的说法，眉心生痣，乃不祥之兆，恐死于非命。奈何家父棒打鸳鸯，可恋爱中的我，只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相离。他许诺我一世，我便与他远走上海。无奈他出身豪门，家里早就择好了亲事，用尽手段逼迫我们分开。为安我心，他许诺，就算与家中断绝关系，也定要娶我为妻。坠鸳琴弦听，连理枝断痛欲绝，相思苦守一生别，提杯吟伤已世间，朱花碧叶终有散，问天借命始要还，君欲绝尘弃人间，永伴伊魂游黄泉。这么说来，你盘桓于此是在等你的情郎吗？是，不过不是等他共赴黄泉，而是要杀了他，解心头之恨。他没死。
他不仅没死，我的死就是他一手操作的。什么？你如此倾心于他，他为何要害你？你们行走江湖，应该听说过，民间有个愚昧的习俗，叫寻替身。红裳霞帔步摇冠，殿英累累配珊珊。身披嫁衣，我苦等他来与我牵手，却不知等来的竟是索命的银钗。你可知道那妖姬叫什么名字？她叫李鸿福。你谁呀？到底？我就是那个记者，张守志。是一伙的，没有什么血运，也没有什么警察抓人，你们骗我的。自作孽不可活。三个月不见，又去哪里逍遥了？这次又是哪家公子？张督军家公子前几日车祸不省人事啊，尚未婚配。
这次可是个大买卖。选了哪家的姑娘？张督军家世显赫，自然要选门当户对的。他们算了一下，江苏李家大小姐李鸿福最合适不过，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儿啊。我游荡人间多年，就是为了找到他，结束这段孽缘。可没想到他改头换面，并且求了块符牌，我无法近他身。赣州罗班这块符牌，想必是出自高人之手。他可保您百劫不侵啊。我的腐败无疆，腐败无疆。诸花毕业终有散，问天借命始要还，君欲绝尘弃人间，有伴一回有黄金，我欠我的终究是要还的。我爱过你的，我真的爱过你的。刘玉，真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这周成川终究是自食恶果。此事已了，也算了却我一桩心愿。你们找我做局，却不告诉我这局如此复杂，差点把我都给蒙了。哎，等等，我有几个问题弄不明白啊。这周成川是被李鸿福杀的吗？李鸿福早就死了。那周成川是被自己吓死的？
他因吸入过量迷烟产生幻觉，以为见到了李鸿福。迷烟？哦，是那香炉里的香灰和香。这就是我为什么说血玉在香炉里的原因。哎，那这个张督军、玉玲珑、警察局局长，这可都是见了报的吧？当今乱世，军阀当道，乱斗不止。为了利益死几个人，再正常不过了。假亦真实，真亦假。哦，哎，啥意思啊？你们几个，把尸体抬走。哎，不不不，不是，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呢。既然你们说这李鸿福是不存在的，可那提灯的婆婆呢？我是亲眼所见呢。那是我花的大洋。雇的演员走了。哎，不是，不带这样的。哎，一生爱一场。
始终为你。